大家好，黄金眼月弹屏三月号与大家见面了。每年三月都是春季商战的高峰期，和年末不同的是，这段时期内日式游戏表现抢眼。本期我们将为大家点评七款三月大作，外加三款精品游戏的推荐。闲话少说，马上进入游戏点评环节。魔戒战记五，号称史上最凶 SRPG 系列的最新作，玩法和系统延续了系列的一贯特色，丰富的可玩内容与角色培养要素使得本作依然是时间杀手。和以往轻松搞笑的剧情相比，本作上演了一出稍显正经的魔王复仇记，老玩家可能会不太适应。本作虽然为 PS4 平台独占，但画面并没有达到次世代水准，人物建模拉近后的马赛克清晰可见，这可以算是游戏的最大不足。本作即将推出中文版，届时所有人都可以完整的体验这款作品。数码宝贝物语网络侦探，作为系列久违的原创 RPG 新作，数码宝贝物语网络侦探在公布之初就确立了成人向的基调。当然，成人向指的是更成熟的世界观和剧情走向，想歪的请自行面壁。游戏虽然没有脱离拯救世界的老路，但剧情上侦探故事的展开、皇家骑士们的阴谋都不再给人以低龄向的感觉。本作收录了200种以上的数码宝贝，其中不乏皇家骑士、七大恶魔等诸多帅气角色，实在让人忍不住想一口气把他们都培养出来。而庞大的进化退化路线以及技能继承要素的存在，让整个养成系统乐趣十足，游戏也更有策略性和研究价值。海贼无双三，作为系列的第三部作品，海贼无双三带领玩家再次体验原作漫画的感动时刻。本作的故事及原作之大成，从路飞出航到最新的德雷斯罗萨篇章均有收录，参战角色较以往作品更多，其中萨博、红发香克斯等人气角色也成为了可操作角色。剧情模式中原作的各种名场面都有所收录，而新增的梦幻模式以走格子的方式让人增添了刷往未知的动力。新增的羁绊系统十分爽快，研究各种同伴的援护组合也别有一番乐趣，而简化的硬币系统以及技能强化系统也让人更容易接受。不同版本同屏人数差异很大，可以说 PS4 版才是本作的真正形态。ここから先は俺の時代だ。森林与精灵。小清新而唯美的《森林与精灵》是专门为 Xbox 系主机打造的横版平台动作游戏。游戏采用了经典的银河战士式地图设计，看似直观的场景当中充满了各种收集品和秘密区域。玩家需要操纵主角奥里，一边克服难关获得新的能力，一边探索地区中的全新区域，直到最终恢复尼泊尔森林的平衡。除了精美的画面、流畅的动作和精巧的设计外，游戏还讲述了一个充满了童话味道的感人故事。整个游戏玩下来一气呵成，唯独是通关后不能继续游戏这点，让人有种猜到了开头却猜不到是这种结局的感觉。血缘诅咒。
fears。 血缘诅咒是三月备受关注的 PS4 独占大作，游戏中玩家必须浴血奋战，方能在亚南的狩猎之夜中生存下去。本作鼓励主动进攻，枪法系统的加入使得本作的战斗更加华丽和爽快。战斗在保持着高难度的同时，还有着出色的视觉效果和打击感，给玩家带来巨大的挑战和乐趣。圣杯地牢的加入增加了游戏的耐玩度，虽然发售初期存在着读取时间过长的问题，然而现在也已经通过补丁修复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游戏难度颇高，但本作依然算得上是一款白金神作。生化危机启示录二，本作的故事发生在生化危机五和六之间，玩家熟悉的克雷尔和巴瑞重新披装上阵。游戏分为多个章节发售，系统基本沿用生化危机启示录。倒数模式和隐形模式的加入使得本作变得更有挑战性，突击模式则是和上代一样十分耐玩。除了新老人物的登场之外，游戏中不时出现的经典画面和对白都能勾起系列老玩家的无限怀念。本作的画面虽然谈不上出众，但考虑到其低廉的价格，无论用来打发时间或补完剧情都是个不错的选择。如龙陵誓约之地，折腾够了原本已经金盆洗手专心在瑶身上搞光源式计划的老同声音吧，如龙系列新一作还是没放过他，竟然把主意打到了年轻时代的同声身上，讲述了如龙初代之前的故事。主角是刚刚加入极道没多久的同声，配上当年还是个安静美男子的真岛吾郎，讲述了一个处于金融风暴时期的黑道故事。还好本作的剧情过硬，游戏内容也保持了一贯水准，战斗系统也充满乐趣。唯一让人想吐槽的是，这神士町我们都要逛了快十年了，能不能再把这地方做大点？跟美式沙箱比起来，本作的地图规模只能算是个沙漏啊。下面依旧是为大家推荐的精彩小品级游戏佳作，编辑非常贱，敬请收看。绝地战兵，由魔能制作组 Arrowhead Game 工作室负责开发的绝地战兵，最大支持四名玩家合作游戏，联手对抗那些威胁地球的外星物种。传统的俯视角射击结合超硬派的系统设定和射击手感，配合讲究团队配合的战斗模式，小而精的游戏内容十分适合硬核玩家。影牢另一位公主，本作是去年发售的影牢暗域公主的资料片，同时也是集系列大成之作。玩家可以在游戏里用种类丰富的陷阱构成连段击杀敌人，既爽快又有策略性。游戏后期难度颇高，喜欢挑战和开动脑筋的玩家能在游戏中找到极大乐趣。热血进行曲大运动会全明星特别篇，
托 Arc System Works 的福，热血进行曲大运动会全明星特别篇以高清点阵的姿态重回玩家视野，经典的人物和招式，欢乐的对抗与合作，这种单纯的乐趣时至今日依然能让我们尽情欢笑。唯一的遗憾就是只有四种比赛项目，实在令人意犹未尽啊。好了，黄金眼月弹屏三月号就到此结束了，四月号精彩好戏将会接踵而来，敬请期待。Love Magic は溶ける